拳馆就好似我屋企咁样，因为我讲真喺拳馆嘅时间仲多过喺自己屋企，即系赚钱对于我嚟讲又唔系最首要嘅条件。其实我主力都系想推广多啲呢方面嘅运动。咁第五波疫情对你哋嘅影响喺边度？成个尖沙咀冇人咯，可能坐咗喺度全日都冇客啊，一日就冇试过啦，一个礼拜咯。其实如果你计翻疫情咧，失去就系钱咯。咁但系我觉得，如果得到嘅嘢就系大家香港人彼此嗰个关怀啊，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未必有钱系买到咯。疫情底下关闭得最耐的不是餐厅，而是象征着香港夜生活的酒吧。无数的酒吧黯然结业，对于大家来讲可能只是没了一个消遣的好地方，但对于以下这位受访者来讲，酒吧不单只是一门生意，还是他的梦想和承诺。疫情两年多以来，各行各业都大受打击。根据立法会文件显示，由2020年1月去到2020年6月期间，关闭得最久的五个表列处所是派对房间、浴室、夜店、夜总会、卡拉 OK 场所和酒吧。几波疫情以来，被勒令停业的日数加加埋埋超过一年有多，昔日五光十色的香港变得暗淡无光。以酒吧为例，累积停业日数超过400日，酒吧协会估计行内的损失价值高达几十亿，无数酒吧被迫结业。而铜锣湾这间同志酒吧东主 Ray 就用尽方法希望可以守住这盘生意。 Ray 啊，这里开了几耐了？还有全盛时期在疫情之前人流是怎样的？这里应该已经是2017年开的，全盛期間嘅疫情節，梗係有好多人啦，即係 weekend 啊，咁嗰陣真係多人到咧，你都要點樣 handle， 或者啲人要喺出邊等位啊。而家啲客人翻翻嚟嘅，依家其實啲客都會翻，不過因為疫情期間咧，我就限住啲人數咯。咁因為疫情即係持續咗好多波啦，去到真係第五波啦，啲員工知道又要停啦。咁當時佢哋嘅反應係點樣，或者你嘅反應又係點？其實都無奈接受嘅，慣咗啦，因為第一波、第二波、第三波、第四波，因為次次都停我哋，咁亦都因為真係疫情係嚴重咗嘅。咁 until 到我哋知道開，亦都知道我哋可以用餐廳嘅形式去開咧，我哋都三月尾都開咗，咁開咗，但又唔係真係做好多生意，係希望啲同事有工做，起碼翻嚟，起碼有啲地方俾啲人去飲下嘢啊，傾下偈啊，因為你裏邊嗰個心理健康緊要噶嘛。呢间位于铜锣湾的千几尺酒吧，月租达到六位数字，连同薪金等的开支，每月至少要25万元。疫情下酒吧零收入，但系阿 Ray 并冇放弃，更不惜将自己的物业抵押套现嚟周转，为的唔单止系守住自己的梦想咁简单，而是希望可以继续做大家的避风港。咁亦都系第一次嚟到咁嘅 Covid 啦，咁我谂好多人都未经历过呢、這个，真系会唔会哦？讲紧一年啦，定系讲紧半年啦，定讲三个月？冇啊！咁唯一就係要聽政府嘅指引，你要我停，我停咯。叫得同四位大家都堅持住啦。咁我哋唯一就係我哋要撲水咯。咁其實香港呢度係有抗疫基金係好嘅，或者佢個資金個資助咧都唔夠我哋 cover 人工啦、租啦、燈油火蠟啦。咁嗰陣我哋差唔多呢兩年停咗係400日，即係有人訪問話：，你係咪真係按一層樓啊？我話係啊，我真係按一層樓去俾到呢個錢，真係要 support 到啲員工佢嘅人工咯。我哋嗰陣都預咗。part time 會俾人 cut 㗎啦，因為一個正常嘅公司嚟講，如果喺疫情嚟講冇乜收入嘅話，老實講，如果最容易 cut 嘅 cost 一定係人手方面嘅 cost 啦，同埋佢哋有三個 full time 咁多，咁我覺得啊 part time 可能真係冇機會翻工㗎啦。但係好令我出奇嘅係，我老闆居然有叫我哋翻工，仲要係真係咩係佢話啊，你哋報到幾多間啊，咁你哋就翻幾多啦，完全冇話啊 cut 我哋鐘啊或者 cut 我哋日數咁嘅意思嘅。我真係都擺咗好多錢出嚟，當時自己聽到會唔會都好崩潰，或者都唔知可以頂到幾耐？都慣咗，真係慣咗，已經去到最 worst 已經，即係我哋盡量撐住啦，盡量出人工俾同事啦。咁同事都好好嘅，我哋諗嘅方法會唔會三月份出一半啊，或者點樣，亦都開始有保就業啊，有其他啲津貼啊。咁大家 as a team 咁去做，老闆要承受個風險，因為冇理由打工仔我就打工，我梗係希望要出糧噶嘛，即係做生意唔係永遠都賺咯。
其實 Ray 的來頭一啲都唔細，佢喺廣告界屢獲殊榮，更加曾經係著名廣告公司嘅行政總裁。2017年尾，佢毅然放下工作，專心發展自己嘅興趣。後來2020年，因為老細誠邀佢翻去幫手，至重返廣告圈，歸為行內嘅天之驕子。Ray 喺疫情下大可以放棄酒吧，繼續過穩定嘅打工生活，但係佢卻選擇努力堅持，每日放工第一時間就翻去打點。有冇計過即係 total 按咗幾多錢出嚟？total 由疫情到依家大概是100多萬到咯。100多萬都唔係一個細嘅數目咯。當時自己拎出嚟嘅時候，個心理壓力會唔會都好大？咁我又覺得我自己做生意，我就覺得我當我拎出去咧，我就當冇噶啦。只不過就係冇之後，你又要再俾啊。但喺嗰個 moment， 如果我唔俾咧，我keep 唔到冰冰。除了金錢上面的支持， Ray 更關心的反而是員工的健康和安全，就算自己辛苦一點都在所不計。例如你有沒有說過什麼說話，或者做過什麼舉動 你很感受到他們的支持你？很多的 message 會 send 過來，大家會怎樣支持，都是一些、或者一些員工福利，他不會跟你計較的。但是也好，譬如我真之前1、2、3、4波真的照出糧的，即照出不要緊啦，扣價啦，你給我扣你價啦。我覺得回頭望不要緊，又不是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。因為那時候如果他真的要供緊樓，他自己有些譬如你年輕人有很多 credit card 即賺錢，我都不希望影響到他們。我覺得我自己 handle 到，又不是即到自己之前 在廣告圈都有一些積蓄啦，或者我又覺得很多東西帶不走，咁你寧願係咪真係可以幫到嗰個社會，咁仲更加好？我老闆係一個我好值得學習嘅對象啦，因為老實講，呢盤對於佢嚟講唔止係一盤生意啊。有時可能佢真係貼住成本去做嘅，佢哋其實係想為客人開心，為咗我哋員工嘅開心而去做呢一樣嘢嘅。所以其實佢好多方面其實佢都係貼住錢去做嘅。说好话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听落去好似好简单，但系 Ray 唔单止系咁，仲想将呢份精神承传落去，希望可以用生命影响生命。即系经历咗咁多啦，而家酒吧又可以开翻啦。如果即系有啲说话要同呢一班朋友讲，你会同佢哋讲啲咩？即系多谢佢哋嘅支持咧，真系，即系会继续努力。即係身邊啲朋友都好支持你嘅，即係見到就算可能按咗唔支持都唔會揾你噶啦，都支持嘅。即係嗰啲即係話一開酒吧開翻即刻上嚟，真係即刻上嚟。咁呢啲係感動位咯，即係真係有嘅，真係有呢啲即係人間有情嗰叫。Ray 打從心底去關心每個員工，甚至每位顧客。講到底，其實就是基於一個信念。酒吧對於你嚟講係乜嘢咧？即係個意義喺邊度咧？點解要用咁多錢要按埋樓，都一定要保住佢咧？我覺得其實按樓就係一啲 financial panic 嘅嘢啫。我又覺得又未去到咁嚴重。即係如果你話要我冇一層樓去頂住間酒吧，我又開始有 question mark 㗎啦，啱啊。但我覺得如果你用嗰個錢，譬如一個喺疫情之間嗰100多萬，我覺得一定要守住，因為咧酒吧好得意嘅，即係你開心又飲酒，你唔開心飲酒，好多唔同嘅經歷啊，同埋好多感情喺裏邊啊。即係話我依家同同事之間的感情，即真係呢啲係用錢買唔到咯。回望疫情兩年幾以嚟嘅經歷，縱使疫情仲未見到完結嘅一日，但係性格樂觀嘅 Ray 就覺得呢段經歷彌足珍貴。其實如果你計翻疫情咧，失去就係錢咯，同埋冇得飛啦，即係同埋冇乜見其他地方嘅朋友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得到嘅嘢就係大家香港人彼此嗰個關懷啊，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未必有錢係買到咯。疫情的出現雖然影響了不少人的生活作息，就好像打工仔多了 work from home， 有些人就說多了時間留在家，性生活多了，亦都有些人說疫情下開工不足，就連性慾都減低了。不知道性商店老闆 Carson 又怎麼看呢？ Carson 為什麼當初會開這間情趣用品店？都是為了賺錢。為什麼會想著賺這些 sex toys 的錢？我覺得會開心一點，我想做這件事的人都是開心地去做的，好像我不開心地去做的，帶到歡樂俾大家。係咯係咯。顧客群啦，係咩年紀或者咩年齡層？我咩年紀都有
舊喎，咁後生嗰啲就可能要啲玩具多，咁年紀大嗰啲就保健多咯。卡神舊鋪原本喺觀塘，喺疫情較穩定嘅時候，2021年年尾就搬鋪去咗人流同埋租金較旺嘅尖沙咀。初時諗住細鋪搬大鋪，希望客人嚟到都可以開心打下卡，但係隨住第五波疫情殺到，亦都將佢嘅願望一掃而空。咁第五波疫情對你哋嘅影響喺邊度？成個尖沙咀冇人咯。有冇試過即係可能坐咗喺度全日都冇客啊嗰啲？一日就冇試過啦，一個禮拜咯，成個禮拜都冇客。係啊。咁有冇話即係最誇張嘅時候，每個月要倒貼幾多少？幾萬蚊咯。啊、維持咗幾耐咧？第五波幾耐就幾耐咯。其實分分鐘你都揞咗接近即係十幾萬，可能差唔多啦。你每個月都幾萬蚊幾萬蚊啦，其實都無底深潭嚟噶嘛。係。錢咧邊度嚟咧？有冇試過哇？真係去到一個位置都好緊絕咁樣。好緊絕就未有嘅，咁但都驚啦，都會驚啦，即係咁啲錢就撳下撳下就越嚟越少咁樣。屋企啲人擔唔擔心嘅？屋企人就好少同我講呢啲嘢啦，係啊，我諗佢都驚我問佢借啦。旺區租金難頂，但係卡神花咗好多心機喺新店度，佢唔甘心就咁結業，所以再難捱都想捱落去。佢諗盡方法，希望增加生意額，就好似加強網店宣傳同埋增加唔同類型嘅產品。但係始終面對資金問題，都令到佢非常之大壓力啊！咁疫情底下，自己都貼咗好多錢去救呢一盤生意啦。咁有冇攞過一啲津貼咧？攞過啲咩津貼啊？如果生意上面嗰啲就冇咯，係消費券咪大家都有嗰啲咯。咁自雇人士嗰啲津貼？我自雇人士佢嚟讲咧，系本身佢觉得系你要有出粮俾自己，咁佢要睇记录先至会有嘅。咁但系咁冇钱赚，就好少出粮俾自己嘅，系咯。咁疫情之中啦，有冇尝试同业主倾过话啊，即系唔好加租，或者可以反而减租嘅，可以咁样咧？都有讲过嘅。成唔成功啊？咁都成功咗。一大步噶，都減咗成千元噶，係啊。咁對於你嚟講，其實都係真係有幫助嘅。嗰個月減咗一千元咯，都好大幫助噶啦。之後就冇啦，就回復翻。係咯。有冇計過自己可以捱到幾耐？都唔關疫情事嘅，關個防疫政策事啫。你個疫情點都好，咁如果防疫政策係好唔營商友善嘅話，其實你係點都冇得做噶嘛。即係可以，我一單之後佢話封曬所有城，咁都得噶嘛，係咯。咁你即係以之前尖沙咀完全冇人呢為例啦。嗯。即係如果再繼續係咁，有冇諗過即係只可以捱到半年或者一年或者幾耐咧？哦，咁啊睇下香港死先定我死先咯。嗯，係咯。頭四波疫情嘅時候咧，好多運動場、健身場所甚至拳館都被迫停業。嚟到第五波疫情，對於業界嚟講，簡直係致命嘅一擊。就好似以下落嚟呢位拳館東主咁。在擂台上他鬥志驚人，面對疫情他都不堪一擊。阿康在九龍灣開拳館已經有8年，他有一個小小的心願，就是將泰拳這項運動可以宣揚開去。即使一直以來只是小本經營，不是賺很多錢，但是他對泰拳的熱誠一直都是有增無減。只可惜這2年多拳館停業已經超過200日，面對長時間零收入，拳館的生意又有多大落差呢？剛剛開的時候，其實如果你說最困難，是因為我們本身資金不是太多，即基本上是沒有宣傳，都是靠自己朋友帶回friend 過嚟，咁就慢慢去儲住啲學生咯。最多高峰一班都有20-30人喺度一齊上。相信唔少人嘅諗法同阿康一樣，第一次被隔令停業，依然冇諗過疫情嘅嚴重性。誰不知呢個只係開始啫。第一次停嗰陣都仲未知道，即係覺得停一陣就會冇事咧，可能停7日，即係當時都唔係對嗰個病毒都唔係好深入了解，即係覺得係咪咁勁，佢講停咁咪停咯。後屘就越嚟越多啦，就停得冇佢計過，但係我諗最少應該都係1年以上。佢停完中段開翻嗰啲時間，其實同熄山冇分別嘅。你開翻都冇乜人咯。到咗疫情中段，其實基本上係冇乜生意嘅。拳館每個月嘅營運開支都要幾萬蚊，當中佔最大部分嘅就係租金，亦都係令到阿康最頭痕嘅地方。都係拖住先咯。開翻嘅時候可能有小學費收，我騰翻俾業主。其實頭一
波佢都好體諒嘅，即係都話啊唔緊要啦，大家一齊渡過難關啦。咁到咗後期，即係一停，基本上就冇收入，咁我即係交租都成問題。咁我就都同佢講，佢都開始就有少少微言，就話啊，即係幫唔到幾多次喎，次次都係咁樣。跟住咁我都係話即係我唔會欠你嘅，即係最多都係遲啲俾翻你啦，開翻門。後屘就即係態度就開始越嚟越惡劣，就話即係幫唔到你幾多嘅喎，即係如果成日都係咁，我都要生活嘅喎，咁我都明白嘅。拳館最終不敵昂貴嘅租金，無奈結業，但係佢對拳館嘅舊址依然不捨。阿康啊，當初喺呢個鋪頭即係開咗幾耐啊？開咗八年左右啦，係啦。咁一路生意上面都好好嘅啫，呢八年裏面都有好有唔好啦。咁係疫情呢啲時間就比較特別差得好緊要啦。咁開頭咁疫情嗰啲時間，我又可能冇辦法準時交租，咁即係又遲咗交，咁連續幾次係咁又開又閂，咁最後個業主話：，不如即係算啦，我唔租俾你啦。搬走啦，咁就書面通知叫我走啦。有冇即係需要到可能問朋友借錢啊，或者去即係籌錢去經營咁啊？當時其實都有嘅，嗰陣時間都有問曬啲朋友啊，或者啲 friend 啊，話可唔可以即係叫佢俾住我交咗租先啦，因為我都唔想拖太耐。始終佢有時一閂都閂幾個月，咁希望頂得住，但係差唔多要問嗰啲都問曬。咁始終疫情可能啲朋友都唔係幾好環境，咁所以就。最後都被業主係咯，都要逼走咯。為了維持拳館的經營，阿康不介意放低尊嚴，四出問親友借錢，亦都因為咁而初嘗人情冷暖。其實佢話收翻嘅地方，我自己就唔係好捨得嘅，因為始終係我第一次開館喺呢個地方。啱啱停之前，我個學費得8000元左右啦，咁我就同佢講，不如我俾咗8000元你先啦，剩翻嗰啲我一開門即刻俾翻你啦，咁嗰啲，咁佢都話嚇。咁爭到幾時啊？如果係停幾個月，咁你咪幾個月後先俾我。跟住咁我都話咁我一係我出去翻住工有幾多就慢慢騰翻俾你啦咁樣。拳館就好似我屋企咁樣，因為我講真喺拳館嘅時間仲都係自己屋企，即係賺錢對於我嚟講又唔係最首要嘅條件。其實我主力都係想推廣多啲呢方面嘅運動，多啲人認識，都希望可以普及化多啲，多啲人接觸呢啲，令到佢哋明白到呢個運動唔係佢哋想象中咁樣。為咗經營拳館，阿康第一次問人借錢，亦都放下身段懇求業主體諒。雖然好似令到自己身份好卑微，但係佢一啲都唔介意，覺得只要可以令拳館繼續經營，所做嘅一切都係值得。但係對於佢嚟講，最大嘅無奈反而係至親對佢嘅一言一語。爸爸媽媽都退咗休嘅，其實都冇工作噶啦，已經咁，同埋年紀都比較大，都係靠我同哥哥即係去養住佢哋。咁佢都會有同佢講過話依家收冇乜收入啊，即係可能家用嗰度俾少少啊，遲啲再俾翻多啲啦。咁佢都會話，其實咁辛苦，點解仲要？點解唔正正經經揾份工，要咁辛苦喺度？即係過住啲好似流浪咁嘅生活咁，係咯。啲説話開始有少少難聽咁話做了咁耐啦，都玩夠試過啦，咁不如試下去揾份政府工啦，穩穩定定啦。如果唔係疫情唔知幾時完嘅喎，咁都唔細嘅咯，即係幾廿歲仲係咁樣，即係仲有人打拳嘅咩？疫情冇啦，就唔會完嘅啦。有一段時間等佢哋瞓咗先翻屋企，一嚟會問好多，好擔心你，你又出咗去做咩啊？咁嗰段時間都比較有少少驚翻屋企。疫情無情，但係絕對冇將阿康嘅意志激倒。事隔幾個月，阿康喺同區揾到一個租金比較相宜嘅工廈單位，令到拳館重新出發。其實每個月即係計落恆常嘅開支係幾多錢到啊？如果計落支出、電費嘅開支，我諗都要萬幾蚊支出，淨係支出嗰啲雜用，係啦。咁而家開翻，即係重開翻啊！即係收翻嗰個學費同埋嗰個支出，有冇話收支平衡嗰個狀況去到邊啊？其實都仲係爭緊嘅，咁慢慢嚟咯，即係當重新開始過。其實都係要慢慢儲翻咯。當時你就話，即係上一間鋪啦，為咗去維持住佢，可以繼續有間鋪喺度，都借咗好多錢啊，用咗好多資金啦。今次開呢一間鋪咯，嗰個資金又喺邊度嚟？即係我一直想，即係多謝我師公咯，即係我師傅阿迪都一直好支持我，即係都希望我可以捱過呢個難關，所以就都幫咗好多佢哋都。咁之前啦，問朋友借嗰啲錢，而家還曬未？其實都未嘅，都係靠少少，可能
好啲就還翻多少少俾佢哋，慢慢慢慢咁樣騰翻俾佢哋咯。雖然疫情難捱，但阿康最感動嘅就係身邊有一班 100% 支持佢嘅學生，佢哋嘅行動就係對阿康最大嘅鼓勵。疫情下啦，真係經歷好多高高低低啦，即係好多人話喺呢啲嘅事情上面都會見到好多人情冷暖，自己嗰個感受係點樣？即係算係我咁大個人入邊，即係都算係最難過嘅一關咯。即係就算即係可能都未問過朋友借錢，都會咬住頭皮問朋友借錢，跟住可能即係連。即係可能連家用屋企都可能同屋企人講少俾啲少啲，因為今呢排唔係咁多錢喺身，所以咁呢啲都係好難堪、好難開口嘅事咯。喺呢啲事先會睇到佢哋係好多嘢都會好幫我、好支持我。之後冇錢交租，可能佢哋會盡自己能力，即係可能俾住一兩千我啊，或者搬管，或者有啲咩要幫手，佢哋都即係可能通頂，靠佢哋。支持我先至可以捱到今日。即使係喺疫情底下，拳館已經閂咗，我哋可能師傅就可以喺户外做一啲小班教學，咁我都會堅持，都會抽啲時間去上堂咯。第一就係會支持一下師傅嗰啲户外操練嘅環節啦。第二就係可能租金上可以幫到嘅，就會盡量幫一下咁樣。同埋就係精神上多啲揾下師傅啊，等佢唔好咁抑鬱啊咁樣。其實呢度是由舊館搬過嚟啦，咁搬新館都有很多裝修問題啊，要幫手嘅。咁我都識少少啦，咁所以喺途中我都有幫下手啊，即係幫手裝修嗰部分嘢，就希望可以幫輕下師傅負擔啦。同埋我哋一眾師兄弟，無論係物質上好啦，各方面好啦，都會都有一直咁樣去支持師傅嘅。咁啱撞到佢哋要搬館啊，啲例如搭台啊嗰啲，又會幫下手咁樣咯，即係。幫到幾多就幾多，有好多嘢都冇得計咯，同師傅啊，同位都。你自己有啲乜嘢説話去同翻呢一班嘅朋友仔或者學生講？即係我都會繼續努力做落去咯，即係盡我自己能力去，即係頂到都會一直頂落去咯。